昨天爬山爬的是吧？前天爬的。嗯。跟妈妈下来。关门呢？看啥？看半天。窗户不关啊。关上嘛。哇，好开心啊！过来吧，你在那跑，怎么那么开心呢？我们把车子停在这个月亮湾公路这里，我们今天准备不走了，就在这里休息了。这边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哟，来看一下，我们停在这里刚好有一个台可以看。现在秋天了，所以这些草啊什么的都变黄了，这里是个大草原来的。你要是七月份过来的时候，这边就是绿色的，不一样的感觉嘞。现在的天气超级好 ，Q 宝，骑个袋子，我家 Q 宝去上面的观景台了。我要回车上去，把那个地板擦干净。我们这个车里面也不知道哪里漏水了，这么多水。刚刚地毯已经拿出去晒着了。嗯，过来。咦？咦？哇，这里是裸奔的。咦？诶？是吧？嘿。嗯？嘿。是个观景台。360度的观景台。嗯，开心不？好玩不？这个上面。哎呀，好可爱，好乖哈！妹妹，再来一个。妹妹，看我这儿，再挪点。妹妹，妹妹。人家给你打招呼嘞。妹妹，来吧，来吧。你讨厌的，你小讨厌。把头发给弄脏。嘿，别人跟你打招呼，你还不理人家，还。真的。你好乖，你看这都在乖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好可爱啊！嗯，哎呦，我们把车晒了几个小时，晒一下床，好像太阳已经躲过去了，晒不到了吧？啊？干啥呀？啊？嗯？要关门吗？关门吗？不过透透气也可以，关着呗。透透气也行，就先放着吧。嗯，等一会儿再关吧。嗯。躺在这里面休息一下，晒晒太阳，做做视频，太享受了。要不要汽油渣渣？我现在口干，你给我拿瓶水喝一下，把饮料拿给我。宝宝喝的牛奶剩点，你把它喝了。哎呀，这个水。哎。这个啊，好的。旁边就是垃圾桶。他那里没有垃圾的，空的。我们把车子给掉了个头，把车尾对着太阳晒一下床，
现在太阳特别大呀，躺在这里舒服不？啊？不晒吗？不晒啊，这太阳哪里会晒？吹着风又晒的，多舒服啊！嗯，好吧，好吧，我都觉得有点热了嘞。今天早上那么冷，还我穿那么多，现在我有点热。你说里面热，外面风大。哎呀，我可不敢在外面吹那么久了，等下又头痛。你不要吹了。那你躺着吧，啊。我们找到这个漏水的地方了。嗯，原来是这个水管漏水了。扭不紧，已经生锈了。对啊。然后它就顺着这个边边上面。它这个边边上肯定是胶也已经裂了。哦。顺这个边边呢，这些都是水嘛。顺这个边流到下面去了。那这里要能弄得紧吗？弄不紧。没有那个扳手，要两个大扳手才可以，一个扳手搞不定。那现在就是弄不好呗。我想个办法呗，看把水怎么，把这个水怎么引流到下面，不要让它滴在这里。它现在是随着这里，往这里滴，直接给它滴到这里来就没事。嗯，我家启哥弄了个简易的引水装置，看这个水现在就不往下流了，直接就漏到厕所里面了。不错不错，可以的可以的，很有才不？下了一点猪油渣，给我家宝宝吃，是吧？来，你最爱吃的牛渣渣来啦，给你。爹。啊？爹。你不吃啦？今天不吃啦？爹。不吃算了，妈妈吃了。这么稀奇吗？今天还不吃了是不？把榨出来的猪油放到碗里面，到时候炒菜呀、下面条啊都可以用。猪油拌面条最香了。